我们都有一家，一个很大很大的家，黑眼睛，黄皮肤，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我是多多。喜马拉雅山，脚步近了，风轻悄悄的，草软绵绵的。什么是软绵绵的？草啊！那软绵绵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？啊，柔柔柔柔的。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摸一摸啊。软绵绵呢？是软绵绵的吗？用脸贴一贴，是不是软绵绵的？是是。大家想想，春天里面那个小草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摸起来是不是软绵绵的？是是。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呢，就是会高很多分贝吧，会更夸张，因为他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声音上的刺激。每次就感觉到自己把浑身的这种力量，各种声音的这种夸张的感觉都表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特别的兴奋。推一下，对，这个手指是立着，把这个孔位倒出来。我需要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这手指按到相应的孔位上，然后告诉他这个音符到底是什么。音乐可以让他的内心产生一丝光亮，打开一扇窗，能看到世界好多美好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我的小老师，他的名字叫王珏。其实看着他去上大学，然后我还在上高中，有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充满好奇。他每周都会来给我讲课。然后第二题目是 What did Emily's sister do? 是艾米丽的姐姐做了什么？sister 有可能是她姐姐，有可能是她妹妹，反正知道是她姐妹就行。嗯，同样学一样东西，然后但是比我们付出的东西要多。就是我教的那个王丹才学了2年钢琴，但是她钢琴已经弹得特别好。通过大家的力量，才能汇聚越来越多的能量。哪怕我们只是付出声音，就是来帮助他们，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这是老师赠你一只陶笛，上面还刻了你的名字，希望你用这只陶笛